我们在这里一直在这里战斗，从未停止。悲观者说我们在做困兽之斗，而我无暇去想这些，只顾手起剑落。纵然强敌源源不尽，但又何妨？妖邪不绝，无意不息。我从来不信上苍，只信着手中利剑。而这一次，又当如何呢？困兽要出笼了，一决高下吧。Like and subscribe. Thank you for watching. Bye bye.